具俊晔不久前从韩国回到台湾，和大 S 一起出席周杰伦的潮牌活动，当天还有小 S 夫妻和林俊杰等人，场面相当热闹。而 GS 夫妻又再度合体，外界也相当关注国民姐夫接下来的动态。29号又有新消息传出啦，第33届金曲奖即将于本周六7月2号在高雄巨蛋登场。日前主办单位公布了颁奖嘉宾，小 S、田馥甄等人都会出席。不过剧中时新闻网报道，小 S 将会和姐夫具俊晔一起走红毯。对此，小 S 经纪人回应：“麻烦问台视哦。”而台视则说：“依官方公告为主，两方都未承认也未否认的态度。看起来，身为音乐人的具俊晔出席这次金曲奖的几率是相当大。”消息一出，许多粉丝也很期待姐夫和小姨子的第二次合体，想必画面应该是有趣又搞笑。但也有网友敲碗，更想看大 S 和老公一起走红毯的画面，应该是世界最浪漫吧。